可鱼爱今天又有新玩具了。哇塞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星座旗吗？让我爱姐来求求。两个该吃果果了。还有这么多好吃的，也太巴适了。我提到一起的。哎，外公来给他们采一采。外公，我还在这里呢，怎么不抱我呢？抱起来了，外公。分不跟你们玩了。完了，爱姐生气了。外公带着果果来哄爱姐了，你看。看在果果的面上，原谅你了。外公还没给我呢。哥哥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踩我头，我不要面子吗？哎呀，真的好可爱，我感觉今天这个票太值了。可可爱爱贴贴直播也太可爱了，今天可可爱爱认养企业美帝不仅给两小只准备了新的玩具，还在虫洞举行了暖房派对和全屋智慧家电熊猫馆捐赠仪式，为熊猫馆提供了领航者三代中央空调、先进感空气机等重磅空调旗舰产品。比如这个在新馆中安装了的领航者三代中央空调，不仅能实现室内空气流通和换新，为熊猫还原户外自然清新好空气，还有专业健康系统，实现空气除菌、除病毒、除霉味，守护熊猫幼崽健康成长。还有熊猫们正在用的美帝先进感空气机，不仅是台舒适的空调，还有专业的净化、除菌、新风功能。看，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咱们虫洞二馆长的肯定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熊猫们搬进新馆吧。